来，购物这边了，说 shopping 出来不能，西外的 shopping 出来，来这个第一个来念一下，姐妹的也来念。在网络购物又便宜又方便。啊，在网络购物，老师 online 嘛，老师购物，老师买东西，因为我们平常说买东西呀、啊，什么什么的，我们现在是变成购物了，老师东北不呢，不要说买东西，就是傻傻的啊，我都这里啊，比完，所以在网上购物又便宜，sorry，又便宜又方便。谁包比萝卜皮嘞？新币嘞，公务来，老师学生自己来造句一下，这是老师的，来，老师学生的，Nancy 来，你自己造句一下，公务。我不敢在网络上购物，因为很容易被骗。哦，很，我来嘛，这么也很容易被骗，这个你要看下得嘞。来纠纷，老师，我完全没有讲过纠纷，纠纷的老师啊，必点的未判懂得的。老师讲了，生活方面会常常用到纠纷，上外嘛的老师会啊，老师怎么用呢？等一下再告诉你们。来，老师先念一下那个 A 级来念。遇到白领的了，费好，super。费的时候，你可以先检查，你可以检查来处理。好啊，把车马来说，老师，消费说老师第四位了不？哦，四位了，消费哦，消费说老师，你来，我是来消费的，来不上拉东了，不上拉票了。哦，比方说老师讲的。你要美容店多少人，还是 SPA 多少人，或是就是说，就是顾客不，你呀，包庇不上多漂亮你呀吗？你有怎么样上闪点卡吗？我是来消费的，不要对我这种态度。俺那边有消费说了说，不上东南，不上漂亮，就是说不上东南，不上漂亮说了说白了说，你谁为了不上我标啊不喏哦，所以遇到消费纠纷，遇到消费纠纷说了说。比如表么咯，第四位啊，那不代表哦，谁不生那不代表不喏，啊不生谁奶奶娘嘞，这属于老说啊，你谁我们慢慢改正他嘞，啊，那么有表嘞，请假人嘞，你可以请警察来处理，你也有打 call，比如提醒来的消费纠纷哦，还在老说谁谁弄的不代表，你谁啊娘来着，你们好歹正他，老都娘在嘛不老会要嘞，你也不老要嘞，所以老说现在医生是要为你说的老说哈，很多人会纠纷，所以故。下午你不要不带下午六千的路个，你那下嘞，老师带一匹马呗，美容微整形哦，微整形就是说老师面哪里吧，你往那地方说老师微整形，过吧嘞，你那不是啥整容了不？俺录的下午你面来的皮皮的把皮肉咯，啊，所以下午你当不露钱咯，把皮肉咯，他们被那个就是说纠纷的人很多，啊，第四下午也没干部啊，老师在里面嘛看他家什么啦。啊，下午呢，我拍到啊，李下午呀，啊，我俩谁骂出来了啊，谁骂被来了啊，撇，很多人会一直纠纷他们，所以他们觉得哦，当医生很辛苦，又薪水又没有那么多，啊，别嘛，老师过把过，微整形，老师老啥子，如果啊，别嘛，不给个下午道路都看嘛，老师拉啥面嘞，拿钱的也来拿路亚嘞，啊，所以啊，下午那么多，所以老师纠纷路口嘞，啊，别点的未判懂得的不？所以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你可以警察来处理。第二个来了，说这个来念一下。这个我给你放好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们，谁知道？利益是什么意思？利益，谁知道？可以回答。利益，耶，没有人知道。阿啊？周面来是对，这不能种。是桌面哦。他们因为利益发生纠纷，他们都啊，因为把这样来说，利益桌面发生撇薄的，违反道德目的撇的。比方说啊，动车上个马路斜啊，嘟嘟漏漏的，都啊叫做面那样样的，我底下的样的，那叫利益发生。我说好，利益发生桌面对吧？纠纷违反道德啥不？都啊把路啊漏样了，马路斜啊，就像嘟嘟车啊那样车啊。哦，都叫做那样样的，看到底下的样的，为什么叫做利益发生纠纷，约定违反懂得的？所以哟，我们比方说，老师要给我啥点的不？比方说，老师要纠纷我，老师念错了，我说纠纷，
这个人老师一审一审九分啊，等错个，那老师啊念错了九分，那老师难西呀，老师你的发音错了，那不是九分，那叫九分，那是那个难西呀，老师我拿表九分了，把人回盘了，逼逼的，我骂你的说的好，老师你明明是老师，老师为什么念错了？明明是九分，为什么九分都拍打了？但是老师二单出来，妈，你要多老师我拿表把路不要了，九分比啊，好嘞，变比的，微盘比的，懂得比不？好、哦，九分。所以老师有时候你错了，老师也是不能生气，因为老师念错了，所以有时候哦，人家给你九分，你要听哦，好的，谢谢。不要说你我老老母这边我拿又来九分我。我拿表会判你，懂得你不？所以有些人也是不喜欢人家给你来纠纷的，辩不了不咯？比方说，你哭，好像老师讲到老师，别人讲到人笑路行，把路的，人笑路行，啊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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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师说，人家路那么小呢，老师给他纠纷的，啊咯，人家路那么小呢，喏，啊等这没穿呢，你路咋骂你的？那老师是给他纠纷的，哪里那么多纠纷？老师生活上常常会用得到，那叫纠纷。好，那电信哈，电信老师来，这个学生来念一下好了。那个翻转，AT&T 是全世界大的电信公司。最大的哦，电视公司，AT&T 哦，AT&T 所老师哈，这个巴罗马老师，全世界这个巴罗马最大的电视公司，老师电视所老师，communicate 的哦，老师说对一不哦，电信哦，说对三样公里，金发中撇的，老师电信所的巴罗老师，阿姑，我是懂你 WiFi 呢，哦，通 Internet line 呢，mobile phone line 呢，那是老师电信 local 嘞，所以 AT&T 是全世界最大的电信公司，把嘞electronics。communication 是对的，公你不？那门市，门市所老师台湾嘛，看哪看哪懂呢？门市老师我顾，怎么？你如 online 你 shopping 啊，你不是会的？那你如老师 shopping 你会的？那你如存在啊，Family Mart 嘛，你如可以领取东西是吧？哦，Family Mart 可以取东西，也可以什么什么什么 Seven Eleven，还有什么啊Hi Mart 的哈，哦都可以老师取东西。A 卡嘛，老师，你弄 online 嘛，老师 shopping 嘛，楼梯啊，老师你要选，先选门市，你要哪个门市取东西？北门市、北 shop 嘛、北 side 嘛，WBC 就嘛咯。你要全家门市，或者 Seven Eleven 门市，或者 Hi Mart 全门市，懂吧？好，那老师讲哪库？你看，老师我台湾嘛，电视哦，电信就是说，丰东的 line 所以老师，金马中最大的是什么？台湾大哥大。哦，台湾大哥大是老师最大的电信哈，最大的电信公司目前呐，哈，那老师就是台湾大哥大，那台湾大哥大老师不是只有一个 MIC 哪个门市？那老师 in the 泰山嘛是泰山门市，台北嘛是老师台北嘛的老师 MIC 中山门市，还是复兴门市，还是基隆人嘛你基隆门市，我报了都要三八三八三所老师老师，所以哪个门市你要对呀没？哦，等我把这号没事。来，老师，这个来学生来念一下。那个接下来，这家公司，这这家等一公下，司。等一下，人姐，对不起。好。这家公司的门市生意很好。哦，这家公司的门市，哦，这家公司的门市，离公立业，啥呀？哦，门市，哦，离公司的门市生意很好。就是说 CY 一样高呢不？那老师的公立也蛮是，的公立也的谁要呢？你呀不？三三六六年年八大毕业，然后们表演了看的不喏？是，你老师三弟你呀不？哦，三弟你呀，老师，还叫那些老师信心表表没？KFC，KFC 么表了？老师85度的么啦？85度就是说吃这里个咖啡噻。老师将来现在库85度咖啡店都现在慢慢的涨了，都偏那么虚荣，啊不是咯？每个门市都生意不一样的。哦，每个门市的生意不一样的。比方说，Dinas 第一个这个门市生意好，可是第二个不可能会好，不一定会好。所以你慢慢的，他们都现在倒了，没有了。所以那叫门市。居留证大家知道的，居留证是什么？ARC 哦，ARC。所以老师来这个来念一下，那个苏乃皮啥没？他们也来念一下。他们呢？
哎，他们你，阿根廷人，他的居留证快到期了。到期呀，这边老师把他说 expire 批的，哦。得话片的得够嘛不咯？那老师快到期了，说得够了没？哦，他的居留证快到期了，对耶。就是说居留证也是个得够了嘛，所以老师这个要记得啊，月就行，就是说老师月就行了，记得月就费。月就费，老师月就费是老师。拉成比亚的少噶啵，老师讲那也苦，空洞的啵喏。比方说飞机呗，东东，台湾打给大不东，你的月租费一个月月租费多少？老师数了行，我的月租费好像老师是988，哦，988，我的月租费是一个月988。你们知道这个月租费吗？你们差大部分是599或者699或者799。我挂了，我那电话叫他们读不？哦，所以那叫老师啊，月租费多少？哦，月租费是老师啊，得拉公交车不？那老师这个来念一下，那个听数没？每个租费多少钱？每月租费多少钱？每月租费多少钱？老师拉行，拉行每那个拉行不？喏，第四一个哦，每月租费多少钱？拉行第。拉公交车噶，不老累的。来，这个来念一下那个密度啊。每月租费150美元，包括水电费在内。每月租费，老师公交车噶的，150美元说老师啊，美金两啊谁不？哦，美金两啊谁的，包括说八位呢，水电费。几米八米哒，怕来说在内是吧？第一对联嘛，第150美金元的嘛，把它列入表啦。账单是老师比啥月哦？账单比啥月不弄？老师这里特别不会给你们写缅甸的意思，来 K 娃娃来念一下。我的账单包括服务费了吗？老师现在和台湾嘛，老师有一种就是老师点啦，服务费啊几趴、2趴或者3趴。老师去火锅店的时候。哦，你结他们要结账的时候给你账单，账单嘛，老师有后面还会加服务费，喏，服务费一定会加喏，账单老师服务费2趴，有些是3趴，哦，有些是5趴，每家店都老师不一样的，所以老师我的账单包括服务费了嘛，这说老师哦，这说啥？你服务费真的蛮贵的，哦，我都觉得我都杀了一大波了，今天我们去吃火锅算850吧，啊，我都不来不要，我说850服务费了嘛，人家把包弄贵啊，那我价没路听他了，可是有时候老师说950老多价了，那你可以问他我的账单包括服务费了吗？哦，那个。问啥个芭比比拉不喏？好，并老师 grandma 老师得得得嘛不喏？老师的妈热心，那老师先，那么我们说，就是说 first like 绿茶比较懂的法语不喏？对，那么老师，你有没 like 比较懂呢？并什么什么的，并个老师不喏？不不不，来老师，先念一下好了，木木三位。就是这种那个字，服务凡费事，啊，凡事，这种款式并不适合，并不适合我穿别的吧。我老师啊，对我老师 not 路被把大便里写不，所以老师对那么老师啊，你没来的，并我低等老师啊，并这边爬出去代表了爬大便路的什么病？比方说这种款式的老师把他说啥单，老师讲那里为啥的每个学生都穿的款式都不一样，老师的款式什么 T 恤的款式。然后提一下款式，那后面木三问为啥了？女生的哦，三角形哦，three 那个 freegan style 那个穿那个款式哦，虽然老师学生里穿的每个学生穿的款式都不一样，觉得是这种款式并不合适，不适合我们赖铺。那老师那所以不适合我说赖亚语的吧？不如并不下 CVT 了嘞不？因为你们自己 B1 单评论怎么报的好？你也是嘛？First line load 的老师，杜老师，First line load 的阿达比的，并无特别动容呀嘞。比方说，我不喜欢他，阿杜我们在乎，阿杜我们天天在乎。哎，然后我并不喜欢他，动容呀嘞。我把之后，我们阿不路并无动哪嘞。我在乎做的好，First line 特别阿达比比动来的。我把之后，
皮都没在乎，所以这边我不喜欢他，俺都没在乎。我并不喜欢他，俺肉皮都没在乎，俺肉都我没在乎。喜欢没在乎，说了 first strike look like 的，啊打特别来的，并这是老师讲是。的哦。哎，锣鼓中好，你弄我先别了。比方说，老师说不喜不不可没办法吃那个冰淇淋，哦，我没办法吃冰淇淋吧，BB。那我可以说我并没有办法吃冰淇淋罢了。没有办法吃冰淇淋，我说 first try 吃了个冰，我并没有办法吃冰淇淋，而且个毛皮罗马啥都没啊了，哪来了？所以你不要来问我老师病是什么意思，病故病是老师是一个那个啊，你我 first try 吃不漏有东那个，可是他的意思就是 not 多老师都会那么病，你们来路亚人 boss 这个有没有懂吗？所以这种款式并不适合我啊，那罗马我们来的，我穿别的吧，啊这恰好被我装没包。来第二个来学生来念一下。那个 Nancy 来，你并没有学校的同意使用体育馆。啊，你没有学校的同意就可以了。把皮肉肉，老师那边面了阿比，还有老师那个阿尼奶茶，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增加了 first light 大 baby 东路亚的病毒。你并没有学校的同意，你就是障碍多种题目，我们学会呢，十有说吧，喽。啊，东边嘞，体育馆，这么硬啊！你体育馆都要了，要不老师你都没有给他学校的同意，你就滥用体育馆，这个意思。并老师讲的，你会多多老师并无语法嘛，老师等于嘛吧。但是你，我希望老师讲的多多有哦，多多练习，不要说难，很简单。我刚刚说的，没录哈，没有多少句样嘞。那么你们怎么样，你都可以增加并。老师刚刚说过了，我不喜欢吃饭，我并不喜欢吃饭。OK。还是寻哪么虚荣？怎么话说？我不喜欢他，我并不喜欢他。把皮肉，没在不做了，太比了 step by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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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大比来的，没在不做了 first light 路比来的。哦，比方说，老师，你为什么没有就在新加坡？你在新加坡读书，我并不喜欢新加坡。新加坡妈妈在的，没在不做了，太比了啊大比，你弄我包谁钱呐？我话说，很不喜欢哦，非常不喜欢哦，咱们都弄，并不喜欢。OK，好，帮贺强强讲过了吧？咯，把位来老师这个 recipe 来念一下。现在房子的房租又没有包括我水电费。哦，这张房子的房租哦，老师房租是老师银行卡哈，DA 呀卡银行卡有没有包括水电费？有没有包括水电费？说一米个八比米啦，八文皮比啦咯，比如他啦，爵士也学过的，爵士是老师啊，先别的来，三毛念一下。他一直不听我解释，该怎么办？孩子不听我解释。我话我你有先别你呀，比如讲我五年听不了吧呢，还先别问问他一直不听我解释该怎么办，不如我话不来的。来第二个三三位，我觉得，我怎么解释他都听不懂。阿不如我先别都拿不来，我刚刚说的病啊的路动话吧，这路先别的还是听不懂，我怎么办？很简单的。你也是嘛？从 first light 来了，说并无天来比比星星的，阿妈是娘一生三年的，哦，很简单的用法就跟你讲过了。所以老师，哦，我这么解释他都听不懂，阿不如外身边都拿么来不？哦，顾客是老师啊，customer 来，顺便说来念一下。他们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差，因对，为对不起。顾客越来越少了，所以，所以顾客越来越少了。他们公司不是跟你家人生意越来越差，好嘞，差是什么？不好的意思，哦，不好的意思，哈。老师讲到的那些比完那边嘛，我喏，他们公司生意越来越不好了嘛，懂嘛呢？哦，要是老师讲到的比完要了，他们公司生意就越来越很差，或是越来越差。所以顾客越来越少了，customer 嘞，那批评嘞，你多少的？尤其以前有见过，尤其的老师啊，出的片，first line 的，啊，这样啊，面积干你的裤摔出来的，那叫尤其出的片。比方说，老师很喜欢学中文，我喜欢学中文、日文、韩语、泰语，什么什么德语，尤其我最喜欢。
学中文。老师不要在那嘀咕老天，老师在胡吹出来的。喏，好，我会踢足球，打羽毛球，打网球，打乒乓球，尤其我比较那个踢足球比较厉害，喉咙干扰不比较多嘞，胡吹出来的。我有那个很多颜色的衣服，哦，我有很多颜色的衣服，尤其黑色的衣服比较多。喏，那么一句连一起，一天都胡说出来的。黑色的衣服比较多。我每天，我喜欢吃鸡肉、猪肉、牛肉，尤其比较喜欢吃鸡肉。连一天都胡说出来的。来，老师先念一下，等一下请学生造句啊，那个东西再来。我最喜欢交朋友，尤其是同龄的朋友。同龄是什么意思？但阅读了，不要解对，释。当然阅读了。同龄，龄了，年龄的龄，哦，年龄，哦，年龄的龄。同龄说带阅读了。比方说，老师现在31岁，那你喜欢跟我当朋友吗？不可能，因为31岁是比较对于核心这的很成熟的，不喜欢吧？老师有没有喜欢交朋友吗？啊，你才会再开吗？没有人要跟我当朋友哈。好的好，姑娘啊，这个可是爱在录了，这个可是爱录2000呢，谢谢你哦。所以我最喜欢交朋友啊，等下你没陪啊啦，在的交朋友就是说等下你没陪啦，尤其是不如没有在的嘞，同龄的朋友的阅读量在的了啦。我 来第二个，我喜欢吃台湾的赏鸡，尤其是臭豆腐。台湾嘛，老师有很多小吃，炸鸡呀、面线呐、什么臭豆腐啊，有很多种。哎，听妈妈，我喜欢吃台湾的小吃，尤其是臭豆腐啊，臭豆皮、臭豆腐在的。了解吗？尤其来呢，学生无语来造句。尤其，尤其，你早上哪里下降那里？比你难吗？我到台湾之后，我学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美容美发的，尤其我比较喜欢美容的。我到台湾的时候，我学了美容美发，我学了美容美发，也有别的。那个人呢，尤其懂啊，然后比较奇怪了。我们两个的话不会用尤其，我们至少要有3个产业会用尤其。比方说我到台湾的时候学过很多技术啊，技术是比牙不咯，再比牙一不，这个也是美容美发也是一个技术呗。哦，我学了很多技术，尤其是美容，好不好？是的。好，那老师下一位开始谁的？我来台湾的时候，我的，我想，我想做的，我想做的，我想做的哎，你造句啊！阿姨们弄的，你是。进八道里面咯。你造句是搞二楼面的，你变成啥的啊？进八道里面不喜欢，你要平平的，要一个不喜欢啊！你要进八道里面，你要改。今天哪问说变变哪门？今天哪问说？我有课的时候，常常去出门去外面，尤其是会去餐厅。二楼表里面，我有空的时候，我常常去很多地方玩哦，我常常去很多地方玩，你爱不爱多的？尤其是去餐厅吃饭，哦，很多地方玩，出门外面的时候表里面，出门外面的时候你压得起呀、啊？哦，我有空的时候，我常常去外面玩，尤其是去餐厅吃饭。OK，来那个红位置。大部分的人说，运动能维护身体，尤其是走路。好，素金莲。我喜欢吃中国菜，尤其我最喜欢。
麻辣香锅，好，对，我最喜欢。麻辣，尤其是我最喜欢吃麻辣香锅，看一下这些蛋白回来。我来台湾的时候，我想学很多东西，尤其是。尤其是想要当设计师啊，设计师嘛，哈，这三样。你对，好，尤其是对，想要当设计师，做的片，这三样你要聘请的不？哦，尤其是想要当设计师，哦，当片的模特，来片这边个，你的零的要大家知道的片，哦，片就是零零年的，来，苏经理来念一下。如果你相信骗人以后，没有人会相信你了。如果你常常骗别人，你都没有啊，你压力都行，以后没有人会相信你的，你我永远都没虚荣。有点现在来，召集一下骗。你对我每次都骗的，所以我不要你了。所以我不要你了。对对呀，这边个老师，你真的不，他们说真的真的。他们等了很久，他们等sorry 等了，sorry 对不起，等等等等，你一天吃几顿饭？你一天吃几顿饭？你他们等你不能那啥嘞？你一天吃几顿饭？那老师等你等那啥嘞？我一天吃三顿饭哈，办法就是老师你呢？有办法没有办法的？老师来这个来念一下一级。我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再想想吧。我没有什么办法，那么吧，那你来们洗手，我们再想想吧。还是他先啥呀？那来这个来念一下那个，这些人。这些人。好的，对呀。他的能力不及格，没办法就这份工作。这资格是什么意思？只可是吧？哦，这能力不及格，懂另外也了，挺就是资格啊，也你。挺迷啊，喏，哦，不资格说，也挺迷糊哈。他的能力都要也挺高的，不资格说，也挺迷糊的啊，没办法做这份工作，低落落魄，偏难过的。来，那个 Cherry 啊，没办法，造句一下，办法或是没办法都可以。我在垃圾桶，我没办法去，我没医法去院，上课，牙齿抽的不行，我没法去上课。去上课可以吗？啊，自动是吧？Origin 的多少读书的？老师我说自动车是吧？说了啥？然后，好嘞，battery 咖喱，然后 battery 咖喱和 EV 的，那叫老师自动车入口了。那老师第三个是比较奇怪，可是老师这是上面我题目也考试了，上面我啥讲我喏，我们一般是不会用这种用法。来，老师学生来先念一下，那个，汉江一来，吃完饭后，请自动把碗洗一洗。我们是给比较陌生了，我们比较会用主动的都啷个是吧？可是他的嘛，自动我上个嘛，没他也这多啊，就都没有其他呀。老师一般是老师过下都来得定的，老早叫主动入口的。我们喜欢主动的人哦，主动是这个。主动，国家为国地的比挂国楼的，怎么样看这样楼管？那叫主动的人。老师讲话，老师说啥？等比话你要啥这样没？啥也样没？啥就当这样楼？你看你弟，那叫主动。每次要变哪里把楼不样了？比如讲问不样没？顾不样没？那就你妈你来这定的地的，国家国楼下比楼这的叫主动。所以老师很多老板都喜欢主动的人。挂过来的定的路在这路，自动啊的老师挂过路路下了，咱们老师描到片视频是嘛懂了？可是老师第三张是刚好，三木三张说老师也没有办法去
那个纠纷哈。吃完饭后，伢子傻逼闹的，先进到把碗洗一洗，啊，不干你给我拿过来打过，我你谁家那个水路表他了？来，老师，这个学生来念一下，那个青娃娃来，你可以。哎，你可以到银行自动转账。反正是老师为累了不？喏，我来啊你，哦，我来啊你，陪啊你。老师，你可以到银行自动转账，自动转账的老师表表们好，老师讲到有没有讲？老师库什么瓜？哎，我有老师库那个送来行为他不？喏，送来行为他，送来行为他的，还有老师库有舅妈是不行嘞？老师三万来空三万八家利息瓜。哦，Facebook 嘛，把人家说上海空联系的瓜，哎，路下有老师说，我这哪里老师说，挂表，俺表上没，所以老师没上，封闭了，路亚的，自动转账，你 account 里还清查了，二十今天多少度盘，俺还撇多少？哦，你封闭多少度盘没录？哦，封闭多少度盘没录？那你二度多少度撇多少了？那叫老师自动转，嘛老师也哭，老师你送来一声，怎么办呢？啊，陪你这哪里看老师上完了，那送来一声，那老师。你那问我到位没？到位了，我不用按。多少度老师不想撇多少？老师了，老师又选了那个自动转账。多少度 origin 呢？不想说了，老师漏查了。那走，你有老师找到弄东西啊？你喏，我明天东西还没漏水呢，好大包的喏。哦，啥？那老师从来先说找到弄路呢，你喏，找到弄路的时候啥找不到就写东西啊？哇，你那对面那么对呢？模糊。所以老师那走，自动转账，关机，大家休熟悉吧，心里比大吧，喏，设备的。来，老师念一下。那个看听的人，电脑使用完后，记得一定要关机。啊，都没在我使用哈，老师讲的，希望这样会用哈，使用都不懂的，所以电脑用完后那么懂的，使用哦，那边面懂嘛了，老师哈，又输了，老师没查吧？电脑使用完后，都没在懂的呢，记得一定要关机哦，得加班。关机设备部门没办那的，啊，修理变现的来，那个没读完来念一下。今天电脑不太值钱，可是要修理。可能，电脑要修理。你那个没咋对部门好补的，可能要修理修变现部落老爹的，来第二题老师来念一下，木木三问。我家的厨房漏水了，快叫人来修理。漏水的不搞些有的哦，漏水，我家的厨房漏水了，俺也没给我讲完，是有那边的，快找人来修理，留下比如变麻的，修理冷气哦，air con 变的，修理冷气炉，等落下来，涨费，老师涨哪？涨学费，涨电话费，涨水电费，涨费，我还没有涨费，涨费是老师吧嘞？啊，空上的。赔偿的萝卜露面，空上的不？老师没查卡，水电费呀、学费呀，啊，老师我啥么赔不？哦，啥么赔不？我妈说丢些饭，啥么赔没？register 的没？那涨费单出来没？那都是要涨费。那我还没涨费啊，就是啊，空上话的，赔偿话的，有啥意思？他老师说要上话的还没有上没有不？那过一天天这样说呀？来这个来念一下那个 Nancy。缴费时间直到10月31号。啊，涨费时间，老师，你赔偿嘞，请来的，只答批的到10月哦，塞腊白31号，都是在底下那一题的。预付卡，谁知道？哦，帮我翻译一下，预付卡，谁知道？赶快。哎，没人知道，预付卡，你家干啥啦？不是，好鬼啊。必付卡，对啊，运气说，我就去啊，那姐，我老师。预付卡的老师，预付卡的老师，爸妈比妈首先 MBD 懂嘞，哦 MBD 懂嘞，MBD 懂啥？比 PP 比懂啊的哈，那叫预付卡，比 PP 比懂啊的老师，爸妈比吗？我怎么啦？爸妈比妈库碰身个懂嘞，一旦那懂嘞，老师封闭 P 啊，没有啦，录得到老师 VIP 啊，那叫老师啊，预付卡入口嘞。哦，预付卡是老师啊，被骗被冻啊的性格如何啊？被骗被冻啊的性格，老师把不是爸妈都没一笔啊，我都没一笔钱了。啊，Chinese to Chinese 在哪里是钱呢？啊，
被骗比罗，东华的性格，那到皮肤卡，老师讲哪里？我们妈比妈懂的，讲了老师话嘞，皮肤卡的，被骗骗比罗，东华啦，不老东不老路嘞。老师台湾嘛找老师话咯，吃到饱卡，吃到饱不是皮肤卡，哦，吃到饱，我们叫吃到饱，我说吃到饱懂了。皮肤卡老师讲到，可能就找不老懂了啊。第二 M G 第二 G 没搞不懂嘞，懂嘞那都咱们他讲到先太撇。太偏多，那叫老师啊，皮肤卡被骗比较懂啊，那个性格，那叫性格股呗，都要性格股票啊，喏，哦，那老师来这个看一下，老师理财要路线，老师平常都要比大部分学生都买的是老师啊，理财买回来哈，预付卡比较贵一些，上上某来念一下。我们买的预付卡只要10万美金。买。哦。我们卖的预付卡只要10万美金，10元，10元美。我们卖的预付卡，俺都要那的性格卡的，只要10元美金，就是说美金这些多啦呗，咋的的？换成知道了是吧？成交 slow 的 lady，来老师这个瑞士币来念一下。我需要把美金换成，9元，欧洲也欧元，5元。欧元哈，老师欧洲那个什么？5.8元的来嘛？哦，我需要把美金股换成来买欧元。老师，5.8元的来买点。吃到饱，老师我们家一起呢。吃到饱说实话，萝卜。老师用的，我现在用的新卡是哦，电话卡是吃到饱的。哦，我现在用的电话卡是吃到饱的。马库东尼新卡，哦，风新卡卡吃到饱的。unlimited 包，吃到饱就是 unlimited 包，unlimited。啊，跟咱们学嘛，这老不老不老懂用嘛。那老师火锅礼拜啥的时候，火锅啥的，老师来，那个三问来念一下。我们去吃吃到饱火锅好了。哦，我们去吃，啊，路到啥家没得，吃到饱火锅好了，吃到饱。哦，哇，啥的火锅呗，到啥家了不？有了，来老师来这个来念一下，不吃啥。这个卡片是不是吃到饱？啊，这个表格，这个嘎的，是不是吃到饱？俺里面这个拉的，好，俺里面这个拉，下一条，咋不？没你量多少呗？下一条，好，怎么样过了吧？我爸妈都叫做没你量多少呗不？哦，差哦啦，那叫老师丢了叫哦，下一条，哦，下一条走吧了，哦，量多少呗？下一条，哦，量多少呗？弄个说爸妈都叫做爸妈都量多少呗？别丢了叫了，下一条，哦，下一条了，量多少家嘿，量多少呗？好。客服中心，老师台湾嘛，我呢比较好是老师客服中心有很多种哦，老师等一下给你们介绍。来，老师学生先念一下好了，那个物语。有问题的话，打电话问问客服中心就可以了。你妈吧，没这样写的，老师客服中心，台湾的客服中心的电话号码，你们上完是可以去查哦，可以去查的客服中心，你有什么问题？比方说。陪你啊妈，我妈说老师说了些哦，大概我刚到台湾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就是说那个台湾的图书馆在哪里啊？台湾最大的图书馆在哪里啊？我给你们小点了，客服中心我没来的，那他会回答我啊，哪个路，他会回答我。那老师我哭，我还叫老师好，这是靠近呢。好，这是快件的。那老师可以打电话客服中心哦，蓬莱站的，都说好，你别碰那么个啥啥啥，啊，都说你有对，他也是不要碰的啦，你有碰那么别的，哎，你碰那么个啥啦呀？别，你这卡的这是考路亚的客服中心。好，我马上备好是，没，马上人家都告诉你去这卡嘛，走就行了。老师讲的，你客服中心碰那么个啥他，那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问他，他会24小时完你有回答。哦，你别碰那么个啥，你要不你丢路了不要这样没？哦，多丢路不要啦。哦，所以老师说客服中心，所以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有问题的话打电话问问客服中心就可以了。老师说，把别人说客服中心说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路口嘞，customer service center，customer service center 哦，红色蓝音亚宾。好，这是老师说，就是这个课第二课的哦，大概哦，公众号的一个啊，老师先给你们认识一下啊。我今天主要是老师今天第一课，老师今天要写考试，第一课 lesson one。老师，lesson one 等于多少呢？lesson one 来考试。
那大家准备好了吗？Lesson one。那第一个是要先听哦，听力。诶，都听力啊，读啊不喏，都是噶标准的啊，A B C U 啊嘛不喏，哦。那听力啊，老师好，古人嘛讲到不比差别多。第一课，开学了。1. Listening and response. A.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for the questions below. 一，时间过得好快，你已经要回国了。是啊，好不容易习惯了这里的环境，就要离开了。这位小姐怎么样？A. 很快就习惯了这里的环境。B. 很久才习惯这里的环境。C. 一点也不习惯这里的环境。二，现在还不到八点，你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准备考试啊。这位小姐可能是什么时候来学校的？A. 7:50，B. 8点，C. 8:10。三，这一个问题我不太懂，可以帮我一下吗？这个是啊，我差一点忘了，我们要写这个作业，谢谢你。这位小姐的意思是什么？A. 她不知道怎么写这个作业。B. 这个作业她已经写完了。C. 她现在才想起来要写这个作业。四，你上次申请的那个工作有消息了吗？我想恐怕是没希望了，我得再找找别的机会。下面哪一个是对的？A. 这位小姐准备找别的工作。B. 这位先生觉得小姐找不到工作。C. 这位小姐不希望去那家公司工作。五。小王的口才很好，可是个性好像不太好。我看他没什么朋友。对呀，他总是说生气就生气，谁也没办法。这位小姐觉得小王怎么样？A. 很少生气。B. 常常生气。C. 没生过气。B. Listen to the dialogue. Put an O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and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 听说陈教授教书教得很好，我下学期想选他的课，你呢？我对他教的课也有兴趣，可是我也听说他很严，选他的课恐怕压力会太大。我也担心这个问题，成绩不好的话不能申请奖学金。我这学期每一个课压力都很大，常常熬夜念书，所以下学期想选轻松一点的课。对呀，我也是。这学期我一直担心有一个课可能会被当。那我们选王教授的课吧，他的课又轻松又好玩，所以一直很热门。好啊，说选就选，
现在就上网选课吧，慢一点恐怕就没有位子了。一，他们想选陈教授的课，可是没位子了。二，这位小姐觉得成绩非常重要。三，这位先生这学期不太用功。四，这位小姐这学期有一个课被当了。五，他们最后决定选王教授的课。啊，给你们再看一次哦。B. Listen to the dialogue. Put an O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and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 听说陈教授教书教得很好，我下学期想选他的课，你呢？我对他教的课也有兴趣，可是我也听说他很严，选他的课恐怕压力会太大。我也担心这个问题，成绩不好的话，不能申请奖学金。我这学期每一个课压力都很大，常常熬夜念书，所以下学期想选轻松一点的课。对呀，我也是。这学期我一直担心有一个课可能会被当。那我们选王教授的课吧，他的课又轻松又好玩，所以一直很热门。好啊，说选就选，现在就上网选课吧，慢一点恐怕就没有位子了。一，他们想选陈教授的课，可是没位子了。二，这位小姐觉得成绩非常重要。三，这位先生这学期不太用功。四，这位小姐这学期有一个课被当了。我很好奇你们的答案。五，他们最后决定选王教授的课。OK 啊，那考两分呀，那三分钟三分钟的考两分呀呢？哦 ，OK，OK、okay, okay, 哈，好。来，老师，这个学生就是苦才好了哦。那个来，学生听娃娃来第二题，二的苦啊，第一个多少天的表呢？去背他的二呢？考上理想的科系啊，记录表台呢？啊，你们听了对吗？没呢，我不知道，我在考你们，你们来问我对吗？苏金莲，第三个，苏金莲没呀？办传课的时候，办传课的时候，你比完了。好，好，第四个，哎，你去别不爱他，哎，老师，我不爱好不，我好不，成绩，办成绩的，啊，办成绩的，哦，哎，你比完了，好的，好，那个孔位置第四题，外交。人员啊，当外交人员。好，第五题那个，伊莲娜文索，老师第一老师，上课的是讨论上课的是啊，我没有说对错哦。那第六题那个。叶丽现在，申请理想的科系。啊，申请理想的，就录片，好，一样能过了。好，那这个学生们的答案，那我再问，来，说明书给我。第一题啊，比表；第二题，把那对没有？考上。
好像考上理想的可惜。考上理想的可惜，一路有人来都。办手续，那哎呀，等等一下等。快点了，听得到吗？我有听到，到底是你啊，俺念手续中，俺爷们都念么好不了，偏偏哦，你是听到吗？我有听到，我办手续，哦，办手续，哦，好比办手续，来，是第四题。还有单外交人员，还有五是讨论选课的事，申请残疾单。请成绩单一，那魏给我这个答案对吗？还是错？哪里错？还是哪里全部对？第三就是我觉得办选课的是吗？不是哦，半上课的是上课了，半路哑了，三位路哑了嘞。你说张妈没加多少句了？我要办上课的是路标了。张妈没加多少句嘞？我要办上课的是吗？不是吧？讨论上课的是呗，东路呀，喏，办手续呀，办手续，罢了，不是就差三月大嘞？对了，张上呗，记得要拆了个。老师等你多少日？哦，手续是老师办咯，不是就差新来老师三月大嘞，张上呗，先把新来录完没？是这办事？对，所以老师这个是对的哦，是呀。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对的。对，那老师。不同意的学生有没有有的学生要拒绝？刚才漏在张大戏了，没有啊、哦？那老师这个，所以呢，老师半数拒绝，老师哈、哦、啊，对了，哦，老师这个是哦，不如就在三位老师也命令 dashboard 电话把比的，哦，这个是来老师这个，这个是要写拼音背他人，你们要写汉字，来开始。他给你们拼音，哦，3600里来拍路亚的，B 段啥市场？那可能你们 B 段那蛮真的嘞。老师嘞，请你上来啊，请你劈开嘛，顺序。好女吧，你都没一年了。
好，时间到了，我们讲的呀。OK， 好，老师口才不是那弄那皮吗？那没有。来的一个，哎，Number One 不咯，Number One 第一个，有女性的。我建议你有一个又漂亮、能力又好的女朋友，我很羡慕。我真羡真羡慕。啊，羡慕！我真羡慕鲁彪娃嘞。好，比用拍不用嘞。啊，好，我们不在一起了。好，你的答案是 A，能不能 A B？都是我了，assign 了，发生了什么事改？嗯，对。发生了什么事？上个星期我们去海边的时候，我们看你们？起，你们看起来还很关心啊。他说还很开心啊。开心啊，他说我们。那个啥我色们表？已经兴趣也不合，跟我在一起不快乐。啊，我我们更们新复合。好，第三个 A B 来那个，我来。我记得你。你，我写两个丢了是。你们要么拍的，俺叫俺了。啊，对面喂，明天嘛，你们要的。你懂吗？三三五，来。我是对不起哪一个？你刚在干嘛？我记得你抱怨他花太多时间工作，没时间陪你。不是你的好朋友，不是你理想的好朋友。理想的好朋友哈，不是你理想的好朋友。来，说明说 B。你怎么样？好，老师来。嗯哼。他也抱怨我很糊涂，不够浪漫。我们原来很快乐的。好，他也抱怨哈，我很糊涂。
糊涂啊，老师，对比咋呢？糊涂啊，爸呢？糊涂是什么意思？What is 糊涂？Body 包边来呢，老师。嗯，糊涂 ，body 包边来呢。好，那 A 老师第五题，那个珊珊问来。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有问题啊，要好好的把事情说清楚，两个人才能继续下去。继续下去，来比这数一嘛。哦，我不想放，就放吧，放弃。放弃，可是不管我说什么，他都要啊开我，离开我。好，那奥桑阿桑达斯 A 来，南希老师念一下啊，过来这批讲了喽。嗯，好，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吧。要是两个人真的不合适的话，在一起也不会快乐的。啊，这个答案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吗？要问老师有什么吗？好，没有就继续。老师，这个是讲那怪物啥牌比怪物皮啊嘛？喏，那怪物皮来。A、B、C 也有没呢？我等一下问你们答案啊。好，时间到了。Cherry 啊，第一个答案是什么？老师，A 老师，第一个答案是 A。哦。好，那 Nancy 第一个答案是什么？B。
瑞士币第一个答案是什么，B 老师。？OK，那老师，那个木木三问第二个答案是什么？A 老师。没读啊，第二个答案是什么？对。C，好，听我完来，第二个答案是什么A。？A，好，第三个，听素文第三个答案是什么？C。看听来了，第三个答案是什么？什么？C，C。好，接下来第三个答案是什么？C。好，那老师有些一呢二呢嘛，老师批评主任多加了一句，来看一下。小王说：“你上午去跟那家餐厅的老板面谈了吗？你哎呀，这天啥到他的天天面谈一直哔哔哔啦，怎么样不落来的？”那小马便表示：“我们谈了不到半个小时，哪个怎么虚无，老板就要找我，要我去上班了。”对呀，interview 啊，哪个老母提的我老早在看病的。那小马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说他跟老板谈了很久，那哪个老板谈呢？所以不可能是 A，为什么答案是 A？我然后不到那半个小时，女娃表示他来很久。那第一 B，他顺利找到工作了，是悄悄摸摸的留下最多的。第 C，老板没时间跟他谈，不可能，所以答案是 B 是对的。哦，所以 A 现在努力为什么要 A 哦？我不知道哈。来第二个小张，你下学期想选什么课？咱们什么什么方面教育进哪里说咯？我还没决定。我们先下第一步。这学期我的课很多，第三门什么我也没教的，压力很大，皮压力没压力，还什么什么的，我看哪里没压力，还有一个。课哈，那我们家的户娃嘞，差一点背单，差一点说老师，我们撇的落地啊，不是一样咯。所以讲哪里误会啊，是的嘛，差一点背单这边个，加不恁那边落落的，所以意思没加的哦。所以老师讲到说啊，这样平妈的，就是这个哦。你觉得啥么加歪路听他们加的呢？他说差一点是落地的，没有的，所以差一点背单说加不恁那边落落的，所以下学期那什么什么，我应该不会选太难的课。看着霸道不学无的，那小何这学期的课怎么样？第三门啥没教不落来，说了这学期上课上得很痛苦。第三门啥嘛真的要来，因为我考开平面的，他有一个课背档了，所以呢，BP 也讲的，就是说你看他拉比我教比都听他了，所以 B 还没有他还没有背档哦。虽然压力大，但是学到很多。PR 喵北面等于了喵一些，都不要他喵一点也都不要了，他没有说，所以答案是 A。怎么报的好？所以他说，C 嘛，哪能问题嘛？第三个，小安哦，我要去找陈教授哦，那个讨论转系的事。没加表那个上面不得表，陈教授那个 discuss 完了没的？你跟陈教授约好了吗？人家陈教授呢，appointment 就比我未来的，一定要先写信哦，啥意思？比如跟教授约哈，哦，就是说啥意思？啥意思？message 不？比如那个。教授呢，professor 呢，一些 appointment 就吧，而且只能说去就去哦。你表达呢和沟通没说的段路也没拉的，而且哎那边呢，教授很忙，professor 也弄呀的。没约好的话，你这个路的 appointment 没有差不多路线呢，他恐怕哦，这偏来的是大家咯，没有空跟你讨论。你呢，孙女我前面是老婆的。那小安那边表达，谢谢你告诉我，你看我表表比如技术的嘛的，我差一点就直接去找教授了。那就是说，俺大爷的 professor 多少步，恁那边路落来的。那他们的话对话，都说你自噶表的好几遍遍，下个哪一面哪一个对？那上完已经去找教授讨论过了，讨论过了，所以你比多少比如表要撇着，不是，不管什么时候被 HMPP 陈教授都有空，不是，哦，就是说。阿 Sir 以为哈，阿 Sir 听他啦的，应该先跟教授约好再去，外面就比嘛差多，所以答案是 C。有没有拒绝的学生？刚刚在这里找哪去了？有没有？没有喏。好，所以老师哈，你哎，老师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哈，上面这看嘛，重点我俩面拍在六九摸一下哦，重点是什么？咱们老师批过对吗？哦，所以老师要赶快念，赶快翻译哦。来，老师，这个要出 false slogan 吗？那我们请直接
学生弄好了哈，不然老师学生还会错的。来，那老师请，谁？Andy 可以吗？Andy 又来上课。可以，啊，你小梅是？小梅是独生女，她爸爸工作一直很忙，妈妈身体不好，所以她常常陪妈妈去医院。在医院不管是哪样，什么表，填表、背书表、填表。真的，办手续，不到15岁，他什么都会，这个是梁医生，杨医生，那个是什么？复杂的说明。不假的说明，他都听得懂，因为这样，所以他决定。将来要当医生，不过 按照他现在在学校的成绩，要当医生的话，恐怕对，恐怕得每天熬夜念书才行。来，我来翻译。等一下，老师，我把头发给他明白了，因为老师翻译的。小梅是独生女，小梅家都多的没撇的。她爸爸工作一直很忙，肚皮都快到小肉芽了。妈妈身体不好，没干怎么也没干不，所以她常常陪妈妈去医院。如果阿明天跑路，比较使用多的。在医院，不管是拿药哦，谁有麻醉，八百 PP 拿药，谁有八百 PP 填表，指着片签了批八百 PP 办手续。第一，老师不如就在上面打八百 PP，不到15岁，上俺的老母西这边呢，他什么都会，八百 PP 老得的，连医生、CRV 耶，复杂的说明，CRV 的。他可以他的培训这里鼓掌嘛，他都听得懂哪里的，因为这样他咱们路，所以他决定将来要当医生，读哪个嘛，想不掉路没路，欣赏他的，崇拜他的。不过大妹妹，按照他现在在学校的成绩，他哭读嘛哭教嘛，哦，压力嘛，哎呀，当那个要当医生的话，哦，想为路没所以恐怕所以呀，然后得每天。得做呀没，每天熬夜念书才行。你来念的你把啥都骂呗，压力没的。来，第二个学生先念，然后给我说答案对还是错。来，A 级。小妹妹有兄弟姐妹，对，好，第二题那个，翻转。小明年纪小，所以很多事情都不会做，错。好，接下来第三题。虽然医生的说明很难，可是小明还是听得懂。都听得懂，出。对，好，下面呢第四题。小梅现在每天都很用功，所以黑晚才睡觉。错。错，第五题，听娃娃来。小美的成绩很好，以后当医生一定没问题。False，错。第五比较吧，黑。好，来这个最后一个题，然后今天这个好就下课了。来，老师，这个全部一个请学生，看听量来给我来念。看听量来。好。要念这个吗？好，不了解自己，感情不顺利，学习压力大，工作机会在哪里？未来发展。啊，不了解自己是吧？个个个那么累，就是说自己想干嘛就个个把撇清来说，没得用啊。
明年老师找那也事情嘛，明年四年的话动力发片了，不咯？那就不了解自己。过把片钱来说了，过体也片没啥难的哟。哦，已经20、22、25、24、25、26、27、28。哦，我现在是已经31岁了，我都很了解我自己想做什么，我自己很了解自己。所以你第一个你想成功的人，你要先了解自己。你如果自己不了解，你可能不会成功的。所以第一个步骤是你要先了解自己，你想是干嘛？你现在心情怎么样？也是要了解自己。过个买哪的米家，我们有点不？过个感情呢？过个过事情呢？目的呢？多没有米谁呢？我讲了，我要退，比如啊，把票没定啊，把票钱嘛，我们的无所谓啥个，那叫你不了解自己的，如果你拿不了，感情不顺利，看到这里个是没必不，不管男女朋友，不管跟家庭、家人、跟爸爸妈妈、跟朋友，还是跟同事，那叫感情不顺利，不要看啥这里个，是比超没有，每天都上班会，可能多多少少会遇到很多困难，或者跟家人讲电话，跟爸爸妈妈，家里也还是有。多多少少会有问题，男女朋友感情可能也会多多少少会有问题，那叫感情不顺利。学习压力大，现在你们上课觉得哦，我压力很大吗？所以学习压力大，可能也不会成功。觉得你觉得我跟你们讲过的，就是说你要爱上他，那你可能不会有压力。你没有爱上他，可能当然会有压力，知道吗？所以老师学习的部分，不是为了什么什么的。哦，我真的爱上他了，今天不会有压力的。所以学习有没有压力很大？工作机会在哪里？老板可以也被拿骂嘞不？啊，老板可以也被拿骂嘞，都没假的。工作机会就是说，老师打答案你不？那老师打老师成语嘛吧？工作机会就是你的心里的啊，皮啊。工作机会在哪里？工作机会就是你的心里啊。不如来说，啊，矿业说哪个？立马也情绪嘛要来了，哦，你要先准备好才会得到工作机会的，哦，好机会不？你没有准备好，不可能会得到机会。所以有的人会说，哎，机会我没有机会呢，我没有工作机会呢，我没有机会什么什么的，机会都是你心里，机会都是你那里。可以啊，你是嘛回事呀？你第一部分就是说你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也机会也还没有来你那里的哈。未来发展，未来说哪个嘛读着博着，哎喽啊，我们来说比他说啊，就是研究他了。那老师啊，万一写信哦，后来哦，这里与我们堂堂的，老师讲呢，比如啥的不得比好，老师讲到多，SAE 看他有啥人，比如看他的啥白克里不，再不会问看他哪里啊，喏，再不会问看他了。不了解自己能不得病，你有多了解？你啥人比如呀？不咯？好，感情不顺利是，你有多了解？学习压力大不大？你有多了解？工作机会在哪里？未来发展？那你能不得的题目了？你要啥意思？欢迎写信。哦，啥意思？就是话嘞，好，咱们回来来这里与我们谈谈。俺们那边随你吧嘞，别你阿妈嘞说，台湾大学学生辅导中心。哦，辅导啊，老师好，刚上路两年。好，台湾大学学生辅导中心啊，你就是把这鼠标啥人哩？来，这个老师哦，ABCD，ABC 来学生训练好了，那老师就请 Richard B 来。我是 AP 不用了，你没有啥人拍表吗？拍表吗？这是什么报告？县团省招生事的报告，可以给学生建议的报告。哦，我也好像。为啥冒风？这个谁知道？老师以前讲过的，我是贱人，贱人，讲了我们龙说，头，真错，哦，真错，真错，老师的，好，这是什么广告打八九年来的？第二个，社团想招新生的报告，第社团所定会。想找啊，申请的新生的报告，找到对申请的报告的哦。那老师第二个可以给学生建议的广告，可以给学生找哪里不咯？
ajian belu yare or recommendation belu yare guang gao pe de ti si ge si ju shi shuo zeng chuo shuo dang su ta la lao shu de guang gao lao shu de you dang su ta de guang gao pe de de然后呢，老师再问学生答案是什么？说明说 A、B、C。什么 B。？B。好，身上帽答案是什么答案 B 老师。？B。好，那大家就是这样吧。对，答案是 B 的。所以老师，我们上考试的时候，多多少少会遇到这种。老师，这个是还是比较算是很简单，略了吧。那老师 B one 嘛，老师真的这个话皮的好意思，老师很难呢、啊。好，所以老师这个老师第一课的，好，老师希望明天老师要做语法，老师讲过的语法，我们首先要复习一下哦。老师可能就是那个明天我们练习语法哦，应该是要。